中午的，因为如果在拍戏，一定都一早的班，就会早上吃。可是如果我放假后，我就几乎都是，睡到自然醒，就是大概十点起来，然后去吃 brunch 这样。哦，早午餐，早午餐，十点起来还算 OK。对啊，十点十一点，那我就是早餐跟午餐我就一起解决了。哦，然后中午可能就不太吃，就不吃。但是反而工作的时候还比较正常。對對工作的时候就一定会早上起来就。他们就有吃的，中午又有吃的，晚上又有吃的。对啊，时间到就喂。对啊，固定喂食哈。所以原生居然是一个唯一举差的。